传言也不少人嘛，搞不好 想要这个副院长争取的人也不止一个嘛。我希望看到的是国民党推正的，民进党推负的。第一个，我们对于这一场立法院院长、副院长的选举，我们会非常清清白白、实实在在的团结我们所有党内跟党团的同志，我们会一致行动，团进团出，然后我们会有我们的主体性。那当然，我们不排除啊，不排除在副院长的部分能够跟民众党合作。目前除了韩国瑜市长要角逐立法院的院长宝座以外，其实党团内也有资深的立法委员，像傅昆萁委员，他也希望可以角逐立法院的院长。